哎，你说那个小米怎么样啊？朋友买车我就推荐这个了。说话呀，车评人在这儿你不问，你瞎推荐啥？家用车就得买日系，别跟风。小米加速快呀，百公里2秒多。说你们不懂车吧，加速啊就骗骗你们。家用车的重点是什么？耐用。我那台亚洲龙就很耐用。顶配配置高呀，800伏，冰箱大沙发，还4驱。你看看你看看，你都说顶配了，是不是证明它不厚道？座椅按摩有吗？空悬有质保吗？冰箱彩电大沙发你能用几回？那也比你那5大杀手锏好吧。你瞅什么？最朴素的才是普通人最需要的。国产车以前不行，现在还不行，传统的都不行，那新势力更不行。呦呦呦，急眼了，说到伤疤了。那给你台小米，你开不开？不开。那走，咱俩开，出去兜兜风。不是啊，你真有啊？哥，带带我，带带我。没有，逗逗你。配合你呢，油我也不开，谁开国产车？就想看看你的嘴脸，见不得国产的好。道德观。